是那个麦地，我们前段时间在这里拍过视频，然后两天之后这片麦地马上就要收割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用过巧克力的麦子跟这边没有用过巧克力的麦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这边是用过巧克力的麦，你看这个颗粒非常饱满。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这个巧克力用过的巧克力的小麦啊，就像炸开一样啊，非常饱满。然后这个麦粒儿非常庞大，就像这个豆粒一样，看到了没有啊？这就是巧克力，用巧克力一亩地20公斤这个效果。这个时候这个麦子非常香，麦香，巧克力劲儿更大。